我知道这些掌声不只是给我们的，也是给你们每一个坚强的自己。我相信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就要告别2020年。出门前，我跟小玫瑰、小蔷薇说，爸爸会在2021年才回家，所以就让我们唱到2021年再回家好吗？这个2020并没有打败我们，我们还在这里，我们还一起在这里。我们都相信团结、善良与同理会带我们往更好的明天。我们要一起笑着迎接2021。好久不见，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。未来的日子还是要请大家保持身心健康，不管你现在在现场还是在直播线上，让我们一起倒数，有无限的未来，都要一起往前，好吗？未来的你，回顾2020，你会发现，这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。失去的，让我更懂得珍惜了。因为你日夜相伴，所以我风雨前行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有我，所以有我。真正2020，飞翔2021，新年快乐！准备好了吗？冷的一天了吧，然后大家要记得多保暖，然后衣服穿好，口罩戴好，然后记得跟我一样多喝水。我觉得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，因为就是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它提醒了我们把握当下，还有珍惜身旁每个人的重要。当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。